今日是9月12日，我是全城州筹委会的官方 admin， 我叫蝦餃。咁今日咧呢個活動咧，相信大家都知道係發生咩事啦，就係、是、一位叫做陳怡林嘅一位手足，咁就喺上年嘅今日咧，係被發現喺就藏咗海面嘅巨頭蛇遺體嘅人士。咁今日咧，我邀請到分別係阿黃之小姐同埋啲黃先生咧，一齊做翻嘅呢個嘅道理朋友咁樣嘅。但係鑑於其實因為咧好多時嘅道理活動咧都係於夜晚進行啦，咁所以咧今日嗰、那個晏晝嘅道理追悼儀式咧，就相對上比較簡約少少，同埋喺聖誕節嘅活動之前咧，我都會去宣傳一下今晚6點至8點嘅一個嘅比較大型啲嘅一個活動，到時嘅安排咁樣嘅。咁我先講一講今日呢個活動嘅係好簡單嘅一個流程啦。咁我哋咧先會進行即係一個嘅默哀時間啦，同埋一個鞠躬禮時間嘅。咁之後咧，我會到時邀請咧阿阮文安先生咧，會分享幾句，可能對於陳燕林嘅一啲嘅感受啊，或者係甚至係對我哋香港未來即係呢個運動嘅前景有啲咩感覺啊，或者係啲體會咧。咁之後咧，我哋將會係用一個好簡單好啦，啱啱做翻今次嘅活動完結嘅。咁因為即係鑑於而家晏晝啦，咁其實我哋嗰個流程都唔係好耐，等5點前咧就將會正式去完結呢個嘅活動。咁之後我都會去忙翻去工作啦。咁而兩位嘅嘉賓亦都可能會即係參與翻今晚嘅活動嘅。咁到時就即係睇翻各位嘅安排啦。咁我喺度宣布咧，而家陳燕林一週年嘅5間悼念會而家正式開始。咁先進行1分鐘嘅默哀儀式。咁我哋可以移到。我哋喺呢段時間咧，我哋先進行一個簡單而肅穆嘅一個默哀儀式。陳燕林喺上年嘅今日被發現。虽然我哋终于证实到佢唔系无可疑地离开我哋，佢嘅死因系经过精神法医馆嘅鉴定之后咧，系有可疑地离开。但系鉴定因为证据不足，我哋始终冇办法知道究竟系因咩原因而离开我哋。香港警方始终都系唔愿意去承认，甚至系应将呢件事。要強迫令我哋犯下忘記罪行，因為但係歷史留下痕跡，我哋並唔會因為呢一啲嘅事去抹黑、去阻止我哋對運作嘅認真，甚至係每一位離開嘅手足嘅嘢。喺呢一刻，我想藉此用默哀嘅儀式咧，去為到去獻上我哋。一個意見，亦都希望九天之靈嘅神，都希望能幫到我哋嘅一個陳燕林同埃兒式。
天上之靈可以安息。作為一個在運動期間願意用追悼會這個形式去陪伴一班手足去行的時候，其實我覺得是很感動，因為如果沒有人願意去做這件事的時候，而我亦都不願意，拿個心去真的為到離開的手足去做一場的悼念的時候，當這個運動過去冷淡了之後，就不會有人再記得他們。我很希望這鏡頭面前的你可以為到每一位很無辜地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上的手足，可以回想一下自反修例風波運動開始現在已經一年三個月，他們為到這個運動上面願意用生命去換取我們香港人未必真真正正爭取到的勝利，但是他都不惜犧牲他們最寶貴的生命。但是當我們每次見到網上面有很多的人在運動後期因為恐懼政治打壓，恐懼香港警察他所謂 做一些的事，或者甚至是國安法的打壓之下推作無聲，但是亦都有一些的手足不畏懼政權，冒著被捕風險，冒著被送終的風險，都願意出來繼續去抗爭。其實我佩服他們，我夠膽說願意還走出來抗爭。在這段時間裡面，他們比每一個所謂的香港人更加有勇氣，因為他們已經將他們的生命前途擺在這個運動上面，他們已經是完全沒有後顧之憂。但反問回我自己的時候，我自己未必可能做得到，只可以願意在一些身體上比較風險比較低的時間去做一些追悼會。儘管我這些力量是很小的，但我都寧願去做，我不想因為一些機會白白流失的時候將來第時會後悔。我相信這件事無論年老的你，每一分力量，我們每一個的真香港人都是會銘記於心。在接下來的時間，我想邀請宇文安先生去為到陳燕林手足甚至是這個運動的前景商講一下的說話。以下時間交給宇文安先生。首先多謝大家參加啦，多謝全城的人嘅追悼會嘅參加。咁啊，佢係即係一路以嚟喺好多唔同嘅關於可能子樂啦，或者好多唔同嘅一啲手足嘅一啲離世嘅活動咧，佢都係出咗好多力嘅。
遇到一個感覺，就是有些東西不是低調就可以會變，反而會更危險。所以有時候真的很需要更大家繼續去講下去，繼續做下去，繼續去關注下去，才會令到所有的無辜的手足，或者被重罪的手足，或者創家的手足，可以得到應有的安全。所以我希望大家其實有句話啦，無謂善小而不為，即其實可能你做了很多事，可能你覺得可能沒用的，但是其實不是，即可能當然每一個風險大家都要承受的，因為現在坦白說真的，因為講了法之後啦，我想大家都知道每一次出來的任何的東西，你行街又好，吃飯又好，shopping 又好，其實都已經是有一個被捕的風險在這裡。這件事大家都要去各自努力，大家都可以因應住自己的可以承受的風險去付出，但是每一個動作希望大家繼續做我們可以繼續寫信給手足，我們可以繼續每一天去關注他們的消息，我們可以在自己的 social media 裡面繼續 share 每一個他們的最新的消息，大家只要講，繼續講下去，繼續大聲一點講下去，很少很少的力量其實都有用，出不到你的不要緊，你們在家裡做你們應該做的事，可以繼續去支持這個黃色經濟圈，我覺得這件事都很重要的，還有對著每一個關於有，即是我覺得在運動上面繼續的有所有的一些大家見到一些活動，假設你認為你是可以參與到的，都繼續出來去支持，給搞手啦，給不同的手足啦，或者不同的香港人去看到其實還有一班人不停在努力，令到個運動不要冷卻下去，亦都會感染到他們可能會再一次走出來街頭和大家抗爭，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的。那亦都對於燕林，我想相信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非常非常之傷心，OK， 現在叫做謝欣婷決定證實了是有可疑之後，那有可疑之後其實是怎樣呢？那現在有可疑之後是不是就是又是擺低他十年八年之後大家沒有意思呢？當然我們在這一刻的報證裡面，我們其實做不到什麼去翻盤的， 在很多 case 上面其實我們都很難，但是希望我們可以繼續說，繼續去關注他們，很不想我們提起的，我們就每個月提過一次 at least， 那令到件事會不會有機會有一天可以真的真相大白，重新一次水落石出，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一定要抱著一個這樣的信念先，還有即坦白說燕林他的離開是我們很傷心很傷心的一件事，在這個運動裡面但是其實同時間也有很多手足在這個運動裡面犧牲他的生命，犧牲他的前途很多，我們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啦，我們繼續去堅持啦，直至到高底見面的一刻，我們希望我們有這一天，怎樣可以令到這一天，就是我們要繼續發聲，我們要繼續相信這個運動我們最後會成功，那是的，希望大家可以，這麼多香港人，現在你們在不同的範疇裡面繼續堅持做你應該認為應該要做的事，加油，不要放棄，我們很多人都會繼續一起走下去的，是的，加油。其實很多人問我說現在已經2020年這個運動已經維持了超過一年的時間，為何還要搞追悼會？我想起在全城都一周年在九龍佑靈堂上面說過一番說話，就是說當我搞完這個一周年追悼會之後，我就會正式退出我的運動在追悼會方面的一個的堅持。我說過因為我很累，我曾經想過會在這個運動上再而不見，但是在日後的日子裡面，我聽到很多前輩的建議，我承認自己在運動上面的一種的熱情堅持是很不足夠，我在這裡要同一直衷心支持我們追悼會活動的有心人手足呢要說一聲抱歉，因為我曾經令你們失望，亦都
因為政治的打壓而令到我曾經恐懼去再搞這些追悼會。當然今天一周年，我們都相信警方布防呢是很多重重難關，我都很害怕香港人肯出來做悼念的，很多人都很害怕，但是政治的打壓就是因為要你害怕，要強迫你去忘記以前香港所發生過的任何人事，甚至是你所付出過的事。但我覺得如果就這樣去忘記不去做的時候，而每一個香港人都越來越走向這個運動的原點的時候，我相信這個香港不會再在將來的時間不會再有任何一些好像類似今次反送中修例風波事件的規模運動，因為很多人都已經被政治打壓到是一個很恐懼的地步，不敢出來，因為他們賭上生命，去賭上他們前途的時候，他們都很害怕，我都很害怕。但我都希望趁我還有力有氣有時間去抗爭的時候，我都願意去走出這一步，為到死去的手足伸冤。儘管不是每一個都可以沉冤得雪，但是我相信我們在世付出的努力，我們香港人所付出的努力，在天堂的他們一定知道，他們一定感受到，因為我們是問心無愧，而我們對他們都是付出200%的真心忠誠，去為到真的就算好像現臨這些真相真的大海流針的時候，我們都曾經堅持過，我相信他都明白，在將來對於運動上的做很多未知之數，而在追悼會上面呢，很多人都是即是開始有一些很反對的聲音出來，就說國安法推出來之後搞的活動其實都很危險，因為你再搞的時候，他們就很容易說你顛覆國家政權，參與的人士亦都會面臨被捕的風險，甚至是送終的風險，你可能永遠都回不到你這個我們所謂熟悉的家。但是都是那句，我不想放棄，我不想浪費過往一年我們所付出的心血，這個是史無前例咁大嘅運動，呢個係200,000加一人所付出嘅心血，到目前為止仍然都係喺我哋每一個人嘅心裏面。儘管運動真係看似係冷淡咗，但我哋嘅初衷都係冇改變。只不過要好似譚德志先生講過話，抗爭要食腦，我哋可能要轉換另外一個方法去繼續力抗這個政治的打壓，但是我們可能未認識，也都可能未有經驗，但我相信這件事慢慢過去之後，我們會再有更加好的經驗，用另一個方式繼續去圍堵反送中這件事的抗爭。在最後我向大家作一個的在接下來的11月8日呢，周知立的一周年呢，我都會搞一個的追悼會，那到時我亦都會去跟各位手足分享一下我去沙嶺公墓的時候是一個怎樣的經歷和感受，因為其實我們的最終目的就是想在天之靈的手足可以感受到我們現在這份熱情，我們一切為到他們所做的任何一切人事力量。在七月的時候，我和阮文安先生一起去過沙嶺公墓，是探望一班只有墓碑、編號、年份的手足。我們儘管不知道誰打誰，但我們都很相信
當中有不少亦都是我們在抗爭期間的離開的手續。我想繼續將這一份愛傳承下去，就好像我們籌委會的名字傳承的愛一樣。我不想這份愛由我手中消失，亦都不想在大家心目中心裡面消失。我想大家一直繼續圍繞香港的事、香港的將來，甚至是離開了手足，繼續去緬懷，繼續去加油，繼續去發聲。因為我們真香港人，我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我們願意圍繞它繼續走下去，我們都願意圍繞鏡頭面前的你繼續走下去。希望你們都會繼續支持我們去搞更加多的追悼會，為到陳燕林、莊志龍，甚至其他離開的手足，例如葉先生、盧曉恩小姐他們，因為他們都是已經離開了的手足，不想去浪費每一個可以悼念的機會和心。今天的流程就來到這裡了，在最後呢，為到今晚的六至八點的一個活動做簡單宣傳，但是因為流程上到安排，大家可以自行去睇翻追悼會公開 PG 上面嘅一啲嘅詳細資訊。喺陣間咧，我有另外一個 admin 籌委會嘅管理員，佢會安排一場大約兩個鐘嘅一個追悼會。咁地點咧同埋嗰個時間咧都係大致上喺上十附近範圍嘅，但係詳情請留意翻追悼會公開上面嘅詳細資訊，因為都係想保護翻大家可以嚟到悼念。大家可以報平安，安全翻到屋企。今天的午間悼念儀式就到此結束，多謝鏡頭面前的你們。加入榮譽會員，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守護14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